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《股市来点名》。那今天星期一，今大盘去170点。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我讲几个位哦。绿能股今天全面大涨，全面大涨，元金带头，茂迪、硕和、中波大起。那另外呢，威鸿电子、连四红，这四天呢，50块，很快啊。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四？上礼拜四我怎么跟大家谈？我标题就写啊，电子股转折到了，电子股你一定要买，你一定要买，写在标题。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它是往上走了。那我说这一档股票我们已经卡位了，你一定要买，对不对？整理末端，大盘在这个地方，像这种股票筑底整理末端成长的股票，又是龙头股，威鸿电子嘛。到上礼拜五，我说那连三红啦， MACD 起涨啦，上去啊，他今天涨停板呢。我说让我赚钱啦，其余免谈，解盘讲一大堆没有用啊，很多老师没抓到转折，没有事先讲，抓到转折也没有用啊！你要买对股票嘛，你要选对老师，你要买对股票，而且逢低买，这三个加起来你才能赚波段嘛。细干烫50块啊，绿能也是啊。我说赚钱的机会一直都在啊。满天金条，你抓一条没有？你有没有抓一条？威鸿有没有抓到？绿能股有没有抓到？这里里面今天全部涨啊，凊彩得一支拢大起啊！大盘在这四天差很多啊。你要了解法人跟大股东的操作嘛？你不了解，你怎么做教？你怎么做教？该赚钱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一念之间啊。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连续大涨以后呢，每个老师都很会解盘。那重点是事先有没有事先讲？我给大家回顾哈。这些呢都可以去吊带哈，网络的时代呢都可以去看到重播，这天天拜喜嘛，台积电嘛，我说你不要担心外资在卖，内资在买啊，同时重点在哪里？这个地方拉近哈，外资在大卖，可是在这一天上礼拜四，外资期货选择权翻多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那卖台积电，他是在做期指、台指空单回补，赚钱要回补嘛。然后在这里期货选择权翻多，代表这里要上去了嘛。我说他会填息啊，他今天填息啦，因为台积电，所以上礼拜四我说呢，电子股你一定要买，我还写在标题。你要买对股票，同时你要低买，你要赶快，你空手的你要赶快，
我说你跟着我做啊。我对会员的承诺是什么？标题写的嘛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只会想尽办法怎么样让你坐轿啊，让你的会费有价值嘛。有没有价值？今天涨停啊，事先讲嘛。大盘我也讲啊，一定要买，对不对？这上礼拜四你一定要布局，这上礼拜五赚了没？那今天呢？还是一样嘛，六弹嘛，满天金条啊，满天金条。这个地方资金行情哈，大家在累积财富啊，那你的财富在缩水，你在观望呢，看着别人累积财富嘛，等于是缩水啊。我说我是操盘嘛，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哦。大盘台指转折，我事先讲啊，该出手我就出手啊，果断出手嘛，注意细节就好啦。你选择权期货如果看不懂，你转折不一定抓得到，你不了解法人，你也赚不到钱嘛。台积电涨九块，填息啊，594出息，今天收盘599嘛，是不是填息？这里是上去，是不是上去？台指的转折，这里到这里，我报亏掉嘛，又一堆人赔钱，被扒来扒去的嘛，那这个都事先讲啊。七炸八炸，今仔去两八块半嘛，这四天呢50块嘛，大单锁住啊。IC 设计今天没有几档涨停啊，那如果说连续涨四天，就这一档啊，就这一档嘛。那如果在底部区安全的买点，也就这一档啊。不追价嘛，涨停啊，热门股啊，贵啊板丢都可以成交嘛，这样是不是做价？那绿能股讲多久啦？证据在这里啊，即将涨停，后来说涨停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说涨停嘛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50块嘛，整理末端啊，元金啊，往上突破啦，顶礼拜嘛在讲，月初也在讲，一个头肩底架构，这右肩，这向上。我跟大家谈绿能股，为什么谈绿能股？小英总统做鼓励绿能嘛，拜登也是啊。那这种股票低位接的股票，在低档区，加起来不敢买，加起来不敢买，今天是涨停 ，JQ 嘛。我都把证据拿出来哦，你不要看这边这么多资讯，我会员只有四种，卫鸿这一档股票呢有两组会员都持有，也就是说我有一半的会员卫鸿赚到钱了，今天涨停了，我昨天还在加码，昨天加码的探底位30块嘛，
前几天买的五十块嘛，我说我在操盘啦。什么叫操盘？你要出手嘛，会员有赚到才是操盘嘛，不然你一直在解盘，解释上礼拜台积电为什么涨，解释上礼拜五大盘为什么涨，今天大盘为什么涨，但今天很多股票在跌啊。该出手就出手嘛，三十年的经验啊。魏鸿昨天还在加码，资金为什么这么多？因为每一档每一档呢，我都会很谨慎、很小心、很详细的告知会员怎么操作嘛。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会员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所以我只会怎么样，低档买嘛，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坐轿。我说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有没有买对股票？当你买的股票，法人往上拉抬，你就是坐轿嘛，钱就会追着你嘛，你就一直赚钱嘛，而不是拿着钱去追股票，去帮别人抬轿嘛。你要跟上法人的脚步啊，按来人来探钱，你才能累积财富嘛。一档一档做啊，赚钱的机会一直都在，但不是叫你去做追价的动作哈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开始倒数计时喽。上礼拜反应很热烈哈，那总会结束嘛，就在这一阵子哈。那如果操作想赚钱的、空手的、想换股的，把握机会哈，跟着我一起做轿，找一些股票呢，让伙人来抬轿，机会自己把握哦。我们休息一下。陈总顾吴老师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倒数计时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下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贺陈龙总顾吴老师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倒数计时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下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目前呢是一个多头架构，没有问题嘛。重点是你有没有买对股票嘛，而且你要低买，低买才赚得到波段嘛。那现阶段来讲呢，你要不断的去累积你的财富啊。我说人呢，人钱越来越多，你的求水嘛，包括之前三月初像淳安这个就赚50%了嘛，从这里买进对不对？他目前还在这里做震荡啊。那接下来呢，那威鸿电子又赚50块啦，节能股会全部往上走啦，打了一底的往上走，那你有没有收水？你要不要换股？如果你满手套牢的股票，那你至少拿一半来换嘛，
一档一档去做啊。到时候我是主会员，威风人有一半的会员手上有嘛，那往上走啦，大绿人鬼讲了一个月了嘛，那当初为什么讲到绿能股？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哈，绿能这个东西，第一个呢，全球，尤其拜登，这是他的政策，那也是小英的政策，全部都主体向上走。我说你要把握他拉回买进的机会，不是叫你追哦，不是叫你追哦。最近这一两礼拜都有很多可以拉回买进的机会嘛，那简单讲一下绿能，讲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执行长呢 ，Musk， 他说什么？他最近怎么样？在投入巨资收购太阳能电池安装的厂商，他推出太阳能屋顶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一个族群是未来的主流嘛？那这里面呢，元晶、领军太阳能往上走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说绿能？这是太阳能，那另外呢，电池、电动车的电池，那个也算是绿能嘛？所以这个有分两个，绿能有分太阳能跟电池，对不对？一档一档去操作嘛，像今天来讲呢，看一下哈，是不是标准的头肩底，对不对？事后看都很准啊，你要事先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去卡位，给它涨停。你不要探得到，你才赚得到钱嘛。我一直说专注当下，你去想一想，三月的时候一大堆投资人担心害怕，绿能出来了，专注当下嘛，选对老师，买对股，低买会会的价值啊，热门股嘛。问题不在高价或低价，问题在你买的股票嘛。那我赚钱其实免谈啦，公共一堆不好嘛，不是叫你追，下一档你要跟上，你要跟上脚步嘛。到底也是往上走啊，都是头肩底架构嘛，硕和也是嘛。我再讲一遍了，不是叫你去追，而是类似这样的股票，你低档你要去注意它的买点，那不然就跟着我做，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你坐轿，让你的会费有价值。但如果你缴了会费又去追价，又去帮别人抬轿，这种事情我不做哈。昨天还在买啊，马上又受教了嘛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昨天呢、啊，昨天还在买啊，就马上今天又立即赚涨停啦、啊。我们在这里不止买一次啊。按那个十块嘛，今天涨停你也八块半嘛，整理末端，你注意看哦，没有追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整理末端？然后呢，这一条是什么？这一条是年线哦，这是月线，这季线哦，这两档股两只往上勾哦，月线往上穿越季线哦，年线在这个地方哦，所以这里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买点，法人也喜欢，大股东也喜欢。在这个地方你等于是跟他们怎么样，价钱是同步的嘛，同一个成本嘛，
我说这个叫操盘啊，操盘嘛，让钱来追着你跑啊，你要跟上脚步啊，让法人帮你抬轿，法人有没有抬轿，你自己去查资料嘛，在对的时间买对的股票，在对的时间买对的股票，到昨天为止，今天涨停不追了，这一段你就是做轿，对不对？月线、季线、年线全部卡在这里，立即做轿，这会会的价值嘛，去累积你的财富啊！人咧趁钱，你只安那求水，一个多头市场哎。下一档，下一档，你一定要跟上吼，特别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优惠即将结束哦，倒数计时，倒数计时哦，你自己要把握。我们休息一下。陈总顾吴老师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倒数计时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下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，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你一定要了解法人跟大股东他的操作，他们在想什么，你才有机会呢轻松的做轿，一档一档做嘛。那我希望下一档呢你要跟上。那今天呢，你像江森，今天大涨啊，电动车对不对？江森冲上去，是一飞冲天。上礼拜的事啊，一样嘛，收敛末端这里买进，对不对？上礼拜涨停整理，今天又涨了嘛，做轿啊。证据啊，这一组会员像江森、沪鼎、茂迪，全部都是大涨大赚，都是做轿。今天沪鼎也大涨，茂迪也大涨嘛。我有四组会员，不管你哪一组会员，今天全部都是大赚。可以去全国去问嘛，我会员很多，随便去问，或者问你的营业员，哪个老师最近赚最多？满天金条，要抓一条嘛。威风对不对？你要抓一条嘛。创新高啊，人咧赚钱，你有赚钱无？你有没有去累积财富？100变150，变200，你是财富缩水还是增加嘛？人咧累积财富啊，啊你一路求水。那之前呢，存单也赚50%嘛，那资金抽出来再操作其他股票啊，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啊，那我赚钱嘛，其余免谈，证据拿出来啊，那我说我在操盘嘛，全国的会员都在看啊，你去问全国的会员，
不管什么会员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大赚？有没有坐轿？有没有赚波段？或者问你的营业员嘛，让我赚钱啊，其余免谈啊，讲一大堆没有用嘛，你只是在解盘，你没有出手啊。让钱追着你跑嘛，不是你拿着钱去追股票，低档买你才能赚波段嘛，头肩底对不对？往上，顶天百科在讲，今仔日创新高啊嘛，汇汇价值啊，是涨停，汇汇价值啊，四天50块嘛。整理末端月线、季线、年线都在这里嘛，坐轿对不对？你要用功啊，一档一档去操作，去累积你的财富嘛。那大盘在这里多头架构没有改变，邀请你一起坐轿啊。那找一些股票呢，低档去布局，像这一档股票呢，相当相当的漂亮哦，一个大的底部区，往上呢都是50%一倍的空间哦，把握机会。倒数计时，随时会结束哦。操作不顺利的，操作不顺利的机会要自己把握。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论时代有多进步，军用的也是百年来的老手了。宁愿一耙一耙慢，慢好一打一打打，扫落一粒啊一粒加，趁钱一神啊一神行。一年吃青龙靠一时，只好逐工打门面，目睭唔捌客，汗水唔捌流，专心拢为这味传统的龙眼干。啊，若开力，阮外父休困时就不要破力单，明仔载开力。贺陈龙总顾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倒数计时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下线02-2752-5868-27